拿到了一盒弹药，然后拿着盆花去给他献殷勤嘛。完了，这女的闻了后脸都绿了，胖妞揍他呀！嘿，天哪，完蛋完蛋，前面就是冰川呐、啊！你这个笨蛋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小妖，你们的小妖姐姐，哈哈，我们终于迎来了整蛊邻居的最后一期。我来看一看，那边是一个什么舱口？他走了，这里比，这边是不是有个地毯？这是旁边看一看，那边有个什么呀？拿到了一盒弹药，这个地毯哇，和旁边那个好像很贴合哎，我直接把这个地毯给铺上去，嘿嘿，他肯定不知道，一会儿肯定会掉进我的陷阱里。然后去二楼再看看二楼上面是什么呀？有一朵花，还有这是一只鸟。好，现在趁他妈妈睡着，我小心翼翼的潜过去，在那边收集一下东西。这地上哦，有玻璃碎片哎，拿走，一会儿好好利用一下。再找找还有什么？妈妈的包包里，她妈妈包包里我得到了一盒安眠药啊！她果然掉下去了，这个人也太笨了吧！哈哈哈，她爬得上来吗？太费劲了，人老了呀，果然是不行。哦，我觉得可以在这旁边这个躺椅上看报纸，把自己给伪装起来，这个办法看起来很不错呀。她妈妈醒过来了，根本就没有发现是我吧？下去了，趁着妈妈下去的时间，抓紧时机，就是现在，我再找找这上面还有什么东西。哎，这个垫子底下有一张纸，这张纸上写了一个什么密码？哦，他又过来了，我的邻居，嘿嘿，不过照样可以装旅客呀，障眼法他们就不懂了吧。我又要用这个玻璃刀片把这个绳子给划开，这个固定器，哦哟，有点难划的嘞。没关系，咦，我还是可以的。完了，他马上来了，跑啊！啊，被发现了，救命啊！嘿，那你不要打头，会变傻的。好吧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可是不会放弃的。牌子掉下去了，也算报仇了，还飞上来两条鱼。等他走过去过后，我就把这条鱼捡起来，这两条鱼给捡起来。好，我给鱼给他安排一顿，放在这盆花里。他不是老拿这盆花去给他献殷勤吗？完了，这女的闻了后脸都绿了，胖妞揍他呀！嘿，不要手下留情，会，被揍了吧？现在胖妞已经闻了那盆花，觉得自己脏死了，得去沐浴间去洗洗澡了。我感觉这个男的肯定会去偷窥的。哎，胖妞丢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呀？一张抹布还是啥的呀？一会儿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用法。果然，你看我那个邻居居然在偷看别人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揭露他这个暴行。我在这个踩的上面，嘿嘿，给他放一条鱼，一会儿直接把他滑倒。然后这块破布给他捡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小邻居现在在干嘛呢？他又在偷窥那个船长室了，这人真是的。这个鸟飞过来了，这旁边有块玻璃，把玻璃给擦干净。那个鸟的那个脖子上好像有串钥匙，嘿，一会儿等他飞过去，这个笨鸟他会撞上去吗？我觉得这是等着看。果然才擦干净的玻璃，他就直接撞上去了，这玻璃也不是特别干净嘛。好，从他的脖子上我获得了一把钥匙。哇，这人又在偷看，嘿嘿，被发现了吧？他刚刚踩到我放上去的鱼被滑倒了，又要被胖妞胖揍一顿，打他，就是他偷看你，这人太不厚道了。哇，他还捶胸顿足的呢，他偷看人还讲道理了吗？这是文化人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又被他妈妈发现了？他妈打人太疼了，我真的不会放弃的，我会再回来的。等你睡觉的时候，嘿嘿，我悄悄潜入旁边，你不知道我吧？我拿钥匙开门，来到了三楼。哦，这是船长啊！天哪，船长在喝什么呀？而且看他没精打采的样子，给他点安眠药吧，让他喝了好好睡觉。哦，他好像真的睡了嘞。船长，你这样开船可是不行的。哎，这串密码，哦，这上面好像有什么用。我把这个轮盘给锁住了，这样谁都动不了了。哼哼，现在门打开了，我这个坏邻居肯定会上去的。我在上面伪装一下，果然他看到门打开了就想上去。他平时就想当船长吗？哼哼，不知道上去要干什么坏事呢，这人真是的。不过还好，刚刚我已经把这个船给锁住了，这个轮船他动不了的。他想开船呢啊！他直接把这个搬下来了，这人也太搞笑了吧，装不回去了，天哪，哎呦，好心机，天哪，完蛋，前面就是冰川呢，你这个笨蛋，怎么会撞上去呢？ Oh no， 告诉怎么让我们这船人给你陪葬呢？不会吧，真的往下沉了，快跑，哦，还被一个大石头给打中了，哦，沉下来了。哦，不过还好，后面有几艘小游艇，我们坐着游艇应该逃出来了。快点，再快点，
呀，谁让你把船给弄沉了呢？现在努力的把我们拉回去了，大家再见喽！最后一期还是完美的收官，整。